你的笑容，温柔秘密如风，轻轻吹入我的梦中，将月色慢慢迷蒙。你美丽善良，我每日依依难忘。我的心中安慰着我的悲伤，你是我的勇气，我对你情深意浓。幸福，我会为你骄傲。I love you with all my soul， 一直到天荒地老。所以这场应该就。应该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跟阿辉哦，明仔就去出发的啦。好，啊，无问题，好，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安怎讲？啊，淑珍师姐讲吼，啊，南投遐灾情足严重诶，安那去支援啦？啊，明仔就要出发了哦。没有，哎呦，安尼我这资料紧来看看咧。哦，好，来。小婷啊，小婷啊，啊，爸爸跟妈妈吼，明仔要去灾区支援啦。哦，啊，一段时间哦，你甲男方家己照顾家己，哦。哦，免烦恼阮啦，那边的人较少，恁斗相共。哦，这届哦是足严重。我等人。对啊。哎，南投，啊，明仔载吼，我甲爸爸去南投支援哦，啊，你得记得吃饭呢，若需要用钱，就家己去拖客，吼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啊！你是安怎？我是要甲王凯头颅撕掉啦。啊是安怎？啊前一阵啊，毋是才讲要去打工，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吼？无啦，啊我着发现，伫咧王凯的人客，根本着毋管外口发生地动的，嘛毋管有偌济人死啊，有偌济人无厝通啊转去，啊规工就是耍电脑。真正有够浪费生命的，啊！我着想，人拢替人去倒饮料啊，拍开电脑安尼，嘛是足无聊啊。所以，我无想要伫遐浪费我的时间啦。吼、哦，
是为教吼，互你去打工，你得有这款的体会。哦，爸爸赞成，你把你头颅洗掉。我嘛赞成啦，安尼吼，你即马就专心啊读册就好啊。哇，没想到你还会思考哎，我以为你只会玩电脑。是玩电脑，我也说思考人生的。思考人生，给鬼给鬼。啊，这两个啦。思考人生哦。你知道吗？最近学校 BBS 网页上，大家流传着紫薯大头电脑教室里出现了一个神，他三两下就可以把全部的电脑都修好。我知道，他就是那个很阴沉的助教嘛。哇，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哦。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哎。对啊。王南红，主任。是你修好电脑教室里的电脑吗？对啊，花好几天修的。之前这间教室里的电脑几乎一大半以上都有问题，现在都被你修好了，实在太厉害了。没有啦。南红啊，既然你这么会处理电脑的问题，我看我们三楼四楼的电脑教室啊，就全部交给你管理咯。主任，你不怕我讲困难不做事哦？不会啦，你都已经证明你能力这么好了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。我相信你啊，一定做得来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。谢谢主任，我会试看看的。这就对了啊，加油加油啊，走。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，各宗教团体也积极投入救灾与捐助。民间各地捐款踊跃，堪称全台湾首次最大规模的募捐行动。保守估计，现金捐款的总数高达约新台币315亿元。啊，总算是回来啊！小婷啊，南红啊，爸爸妈妈回来啊！在哭敢有安怎？啊，甲新闻咧报的拢共款啦。啊，阮伫遐吼，就负责提供热食啊、帐篷、睡袋啊、搁米酒皮安尼。迄路拢闭起呢，啊，厝嘛拢倒倒去，偌济人受伤的哦。哦，迄若无亲目睭看到吼，你袂相信偌可怜的啦。看到一个囡仔啦，迄厝内底的人吼，拢伫地洞内底往生去啊啦。啊，剩伊一个人徛伫个路边呢，啊，行到呢，拢戆去啊啦！啊，啊，师姐哦，紧去甲伊安慰哦，紧去甲伊笑笑，看了真唔甘呢。啊，开家伙啊，都剩一个囡仔，那也真可怜啦。地震实在足恐怖的，随时拢有可能甲一家伙啊拢拆散。唉，免看啦。啊！一个地洞内吼，啥物拢无啊啦！恁吼，啊常常安尼身在福中不知福呢。但即摆下顶，咱一家伙啊坐伫遮拢无代志，吼，迄是偌幸福个咧。恁着爱常常吼，啊珍惜身躯边个人，知影无？你穿这件应该很好看哎，我买回去好不好？不用啦，我衣服还够穿。阿俊都来这里逛街，不买很可惜耶。不然我买给你。真的没关系啦，我衣服还很多，我们把这钱省下来吧。好啦。
小婷。嗯。拍谁啊？哎，你在跟我拍谁什么？我不想要多花钱，是因为我想要赶快把家里的房贷还掉，这样才可以赶快出去独立生活。我没有怪你，我们就简单吃简单玩，出来开开心心的就好啦。这样你爸妈会不会觉得我没有赚很多钱啊？干嘛？你要来提亲哦？开玩笑的啦，我们现在还年轻，你就不要想那么多，这些事情就以后再打算啦。对啊，王景浩。哦，安尼哦，遐严重哦。找我？啊，我敢会用诶。哦，哈哈哈。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嘿嘿嘿。哦，安尼哦。哦，安尼，我一定会尽力啦，吼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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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就等恁来哦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啊，大爱台是找你要安怎？因讲要找我做节目呢。找你做节目？哦。啊，因讲吼，迄纳利台风吼，甲大爱台拢淹掉啊啦，啊，即马无法度做节目啊。啊，有人就建议讲，用我的本地戏来做节目，吼，啊，先来咱兜看卖，看敢会用录影，要做一个英文的儿童节目啦。英文的哦，欸，啊，迄你敢袂晓？我当然嘛袂晓啊，啊，不过吼，伊讲有剧本啦，啊，有人甲我教，哦，安尼就 OK 啊。好，无啦，啊，到时阵是伫咧电视呢，啊，甲你伫咧台仔顶播布袋戏，敢有共款？那有啥物无共？啊，毋是共款播布袋戏。哦，安尼哦。有啊。哦，好啦，你有信心，安尼就好啦，好好啊把握啦。好。我即摆来敲电话，甲易泽兄臭屁者，有人找我做电视，真搞的哦。对咯。啊！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，这抓了这么远的哦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妹啊，真不知道，苏慧师姐，我是制作人啊，我姓陈，哦，啊，陈制作，你好，你好，嘿嘿嘿，啊，这是我的导演跟执行制作，啊，导演哦，啊，导演怎么称呼？我姓黄啦，哦，黄导演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苏慧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啦，好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，哈，金富师兄啊，为着要看你播报第一哦，我国港嘛爱走一转，哎呦，多谢啦哦，是恁无气嫌啦。师兄啊，啊，这有啥物风景较好的所在当拍摄啊？风景较好，这风景拢足好个啊！啊，无啦，甲你讲耍笑啦。来阮三楼啦，啊，三楼吼，我的工作室啊，看会用个无？安尼，好好，啊不，师兄你带路啊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宾请。师兄真出名个，无啦无啦，讲耍笑。来，制作甲你介绍啦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身啦，哦，啊，这身高敢有型？你看啦。伊穿这西米露啦吼，啊，所以甲以前的遐布袋戏阿妈拢无同哦。哦，这个专程哦，找师兄哦，啊，专门做这个西装的师兄帮我们做的。你看，这个还有这个领带，这样。啊，这个你看，来，怪老祖。无，伊毋是怪老祖，伊是万吉糕。哦，安尼万吉糕咧，啊，穿的这有无？我这来当叮当安尼。建富师兄，这个节目叫做《大爱 ABC》啦。大爱 ABC 啊，是啊，哦，啊，
一开始哦，你就先搬一出布袋戏。啊，这布袋戏的内容哦，就是今日要教英文单字啊。我要教的。不是，这个时阵哦，主持人青儿就会甲你的布袋戏阿妈做伙教小朋友念英文啦。哦。哦啊啊！我刚要讲吃些英语哈。免啦，你播布袋戏的时阵哦，随性就好啊，讲国语讲台语拢会用的啊。哦。啊，英文的部分哦，你就交主持人青儿去讲，啊，对伊讲就好啊。哦，啊，无要讲吃侪营养，啊，期待哦，无咧烦恼啊啦。嘿，金鲁师兄，我感觉你这個工作室哦，环境袂歹呢。啊，小我哦，我尽力者哦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所以讲哦，唔知当借你这个所在哦，来录影袂？啊，当然会用的啊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啦。多谢金鲁师兄呢。哎呦，啊，咱规群人都来录影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无问题啦。来啦，咱来楼卡泡茶啦。好，对啦，来泡茶啦，泡茶，好好，来。来啦，请请请。啊，等下是你先讲话嘛，吼。对，然后我先说，说完之后，然后就叫我一下。哦，我你讲错了，你讲啊，听儿听儿啊，你敢有滴？安尼啊。金鲁师兄，青儿，你们都 OK 了吗？可以。有了，我们有把他那个演过一遍了。我跟你们讲哦，我们这一集哦，主要就是讲中秋节。青儿，你等一下哦，拿两个月饼，然后坐在这一边。那金鲁师兄，你等一下就当个布袋戏人啊。对对对。然后在青儿的右边，然后你们就讨论一些有关于中秋节英文的一些单字，好不好？就是这边。哎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应该赢，应该赢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撞一个，好不好？直接来的。对啊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，现场准备。上来，起来了哈！来，现场准备，好来，读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今天是中秋节了，我刚在圆圆会上买了一些好吃的月饼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我要来吃吃看喽。啊，听儿，啊，你到底？万叔公，在啊！啊，我带阿弟啊吼，啊来啦，啊敢会用入去？请进。哦，来啊喽！阿公，啊晚来啊，青儿姐姐到底去啊？金鲁师兄，因为哈、我们的电视画面不大，所以呢，你当布袋戏啊的动作不能太大，胸大就出去啊。啊，过来哦，你爱较低。啊，若无拄啊，就穿帮啊啦！哦，歹势啦！啊，安尼有清楚。好。啊，咱搁一粒。搁来一盖啦！搁来一盖。好。哦，那我们就从刚刚那个青儿到你家这里接，好不好？我家开始的意思对。嘿啦。好。来。好。现场准备。啊，青儿姐姐，原来你。师兄，温馨读秒，啊，你停一秒，53秒再开始。哦，拍水，过来几个，好，来，现场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哦，阿公，啊，原来青儿姐姐你住伫遮哦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哦，啊，青儿啊，啊，阮家这个阿弟啊吼，啊，伊讲啦，啊，今仔日是中秋啦，啊，因知影讲吼，啊，这月饼的英语是要安怎讲啦，无你小解教一下啦，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月饼的英文就是 moon cake。moon cake。对，那如果你想要跟人家要一块月饼的，要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 May I have a piece of moon cake?May I have a... 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再说一次。May I have a piece of moon cake? May I have a piece of moon cake? 很棒啊！另外一样。May I have a piece of moon cake?没错，那你知道中秋节的英文怎么说吗？
我唔知呢。Moon Festival。Moon Festival。Festival。啊，你歪掉，歪掉。Moon Festival。啊，弟啊，我听你讲这英文哦，哦，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阿公啊，你嘛要给我时间稍微练习一下，对唔对？对。青儿姐姐，阿公啥？阿公啥？教我，教我。那你们在中秋节的时候都会做什么呢？金福师兄，导演讲哦，你今日表演才真好呢。哦，多谢多谢啦，多谢。阿哥，你规工哦搬布袋戏会伤忝未？袂啦，迄布袋戏人啊吼，我拢提甲惯死惯死啊啦。我电台工作人员足辛苦的咧吼。我影片哦，提转真正好势哦，看台内评价也是袂歹，我会阁来录影。哦，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欢迎你过来啊。好，阿师兄，我先转来台北吼。好，再见。阿奎虾谢你，好，拜。再见，好、哦，阿奎家谢你啊，哈、哦，拜拜拜拜，哎、欸，啊，总算是结束啊啦，哦，这录音哦，不简单呢哦，有啊，啊，会安怎？阿爸爸哦，拄仔表演个安怎？超酷的，爸，大家都很认真在看你表演呢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啊，你讲英文真的很好笑，可是呢你还是这样继续表演下去，勇敢。哎、欸，当然的啊，爸爸哦，大概表演啦，哦，啊，大家人学了才会得志哦。有影厉害啦，啊，我拄只伫个电视安尼看你演布袋戏，好哥啊，我以你为荣啊。哦，啊，谢谢大家啦，哦，哎、欸，啊，有看，甲恁感谢，哦，甲恁感谢，甲我支持。我嘛无收到哦，我因靠这布袋戏红啊，啊上电视啊，以后要继续给我支持哦吼吼。会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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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签名照拢准备好啊哦，爸爸以后做大明星，我跟你讲哦。啊，你做啥物面啊？安娜，你要滴无？不要。啊？那安尼啦，家己爸爸不给我支持者。你要吗？哦。给我同学啊！哦，好好好好好，看看要不要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好好好，好了好了，来电了来电了。哦，这真正无简单呐、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多谢多谢啊，谢谢嘿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啊，我先甲阮某我参详一下啦，再甲你回，好、哦，好好好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啊，是咧甲谁讲电话，讲甲这欢喜？大爱台打电话来啊！啊，安怎讲？因讲哦，因足喜欢的啦。哇、哦，真好咧！因讲哦，我迄布袋戏红啊吼，甲迄青儿互动哦，足趣味的。因足喜欢的，讲要继续拍落去。哇，安尼你即摆真正要去做电视啊？没咯，哦，想袂到哦，我一个国小毕业人，嘛会当做电视呢、哦，真正想无咧哦。啊，是讲啊以后安那要你单刀拍哦？我先跟你参详一下啦吼，阿英讲吼，阿先伫咱家啦，落几只条，等大个台清理好势，我就要去台北啊。去台北哦、喔，安尼唔着，逐工着爱通勤啊。无啦，英讲吼，啊一礼拜差不多爱落十四天啦。伊甲我建议讲，伫台北细厝吼，啊平时时阵录影，放假着用转来。啊，你感觉安怎？嘿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你即摆若无去搭个台，是有一摆可惜啦。啊，细厝敢若嘛真方便吼。吼、哦啊，所以你无反对啦吼、哦。太反对，啊！你伫咧做你喜欢个代志啊，尤其可以当去搭个台呢。嗯，无啥物通反对个啦。嘿啦嘿啦嘿啦，我头拢洗啊，一定爱互伊洗好清气才会用个啦。吼吼吼，嘿啊，毋过吼，啊，我一个人去台北。安尼我袂惯势啦，无啊，囡仔拢大汉啊，你跟我来去。唔免啦，你是大人大种啊，会用照顾家己啊啦。我啊也是留伫咧厝诶，看头看尾啦。诶，啊，台北常常咧落雨呢，物件也食袂惯势，你家己去就好啊啦。好啦好啦，袂甲你勉强啦。诶，好哥啊。嗯。
哦，你即道会当去搭个台做节目，真正是一个无简单的机会呢。这是咱家的骄傲，你得好好啊把握哦。对，即届吼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哦，做工吼，大家拢学落啦。阿哥阿辉啊，阿厝内底的代志吼，啊，着麻烦你啊呢。嗯，啊，自少年就互你麻烦到真嘛。哎呀，得搁讲。修理丁啦，对，修丁。新人一样就在左边，然后阿迪亚跟婷婷今天是穿小学生衣，大家会跟他们互动。然后今天主题就是蝴蝶效果，很新颖。新人，你麦别好了吗？别好了。别好，那我们先就位喽。好。麦迪亚下完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就位了。好，好。导演，我们这边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正式来一个。来，正式来一个。现场请准备。来，读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听说最近有流星雨可以看呢，阿迪亚，我之前教你流星的英文怎么说？亚尼亚跟我说话叫做。我忘记了。流星的英文叫做 shooting star。啊，对了 ，shooting star。哦，你说出来我就想起来了。shooting star 呢是比较口语的说法，那流星雨的说法就叫做 meteor shower。哦 ，meteor 什么 ？meteor shower。meteor shower。很好，就是 meteor shower。meteor shower。很棒很棒，阿迪亚，今天又学会两个单字了耶。对呀，那第一个单字是，第一个叫做 shooting star。对， shooting star。第二个单字是，第二个是 meteor shower。没错，第二个是 meteor shower。啊，你这个食指哦，就是他的头，嘿，他这样给他套进去，好不好？弄整齐一点。啊，这个左手哦，就是你的拇指啊。左手是拇指。哎，丢丢丢。嘿，190，怎么样？会不会紧张？一点点。哎呦，你有什么好紧张？是他上镜头，又不是你上镜头。对呀、啊，好了，放轻松啊，加油。好，好。哦，啊、头这样动，嘿，这样。哦。哎，丢丢丢。学怎么样？我觉得应该可以。金武师兄，嘿，等下我们会安排阿迪亚，然后婷婷。哦，南极公跟阿迪亚的妈妈，四尊阿嬤一起在台上跟青儿互动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执行会帮你举另外两尊阿嬤，你只要负责配音就好了。啊，你要辛苦一点呢哈。啊，这个阿嬤哈，你拿的时候不可以这样乱晃哦。哦，啊，气尾声你就忍耐一下。OK 啦，啊，这么壮，有没有？一定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对啦，你190呢，你一定可以呀。哦，好啦，加油啊！来，我们正式开始录影哦。哦，来。好，来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都好过分，尤其是婷婷，你最过分了啦！我跟你最要好，你都不记得我的生日，还有板机公也不记得我的生日。最让我难过的是，妈妈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。其实我们都没有忘记呀。啊，阿迪亚。生日快乐！不，啊，我给两个。原来你们都耍我。我们才没有耍你呢。你那么乖，我们都最爱你啦。金儿姐姐，我也爱你。来 ，OK， 这边我们开一个。我觉得刚刚的表演都很棒，但我想要再补一个板机工跟婷婷的特写。摄影师，帮我换个镜位，补一下那两尊阿的特写。执行，手举好，不要动了。好，气尾声哈，修丽娜姐要录完了，加油！导演，我们这边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再一个哦。
阿迪亚，那你知道生日快乐的英文怎么说吗？啊，我记得青儿姐姐你有教过我 Happy Birthday。没错，就是 Happy Birthday。那如果你要问人家你几岁，要怎么说呢？年纪就是李桂辉。不是啦，英文。英文哦，李桂辉。阿迪亚，我看还是我来教你好了。英文是要说 How old are you？ How old are you？没错，就是 How old are you？ How old are you？ 对，阿布 How old are you？ 对，南极刚 How old are you？ 婷婷，我不要问你，我不跟你好了。啊，辛苦啊，辛苦啊啦哈！金福师兄，你辛苦啦。哦，我拄摕到这两只红啊哦，才摕五分钟。我手了皮皮做啊！啊，大家拢遐，拢摕半点钟以上，啊，这样脸不红气不喘哦，讲迄台词，哦，我感觉你真正足厉害。手足酸的哦。哦，你看，我唔管哦，手偌酸，嘛是从头徛到尾啊。唔是刚刚安尼，金福师兄啊，啊，啊你英文愈来愈好，你回去厝会偷练哦。哦，什么偷练？我无时无刻都在练习呢，诶，唔敢讲吼，我比较准啦，啊，不过就尽量学啦。师兄啊，你是不客气啦？无啦，安尼以后节目就靠你啊呢。无喏无喏，做节目吼，爱靠大家，大家一起进步哦。对对对对，大家一起进步，大家一起进步。我成就你今日就有进步啊，对唔？诶，对啦对啦，安尼收，嘿。哦，这哦。上一次我去你家之后，你舅舅跟舅妈有没有说什么？他们没多说什么。啊，什么都没有讲哦，连我很漂亮也没有说。你干嘛？没有。你老实讲。他们是不是说了什么？舅舅说我还年轻，家里房贷也还没还完。他不像我太早结婚搬出去，他要我专心拼事业。我不懂啊，专心拼事业跟我们的事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从小失去父母，一直跟舅舅一家人住在一起。他们真的对我很好，就像自己家人一样。我不希望让他为难。妈，你哪还袂睡？对啊，啊我伫咧开香鸡煮的菜单啦，啊你太忙袂睡。哦，我是要泡一杯牛奶啦。哦，啊你无闲晒哦。啊，我只是看一寡电脑的书啦，啊即摆伫学校，讲要到300台的电脑，每一台状况拢无共款，头要疼死啊。这是学校对你的肯定啊。还是你无想要管？我当然想要管啊！安尼着较认真诶啦，唔通惊食苦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倒来。倒来啊！啊，要食物件无？嗯。在这闲啊，心情不好。我嘛毋知影，啊伊最近拢安尼啊，啥物代志拢无爱讲。我也把他锁在房间内。我来甲问看卖。妈，免啦，啊，伊款脾气哦，你骂一百遍嘛无路用啦。
那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？晚祭公阿迪亚，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？我们要跟大家说 goodbye， 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 goodbye。好，看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各位，你们过来一下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宣布。哈，大 A B C 要停啊？是啊。哎呦，啊，太安尼啦。啊，青儿吼、哦，要离开节目啊啦。啊，大爱台讲要换一个节目的形态啦。足可惜的呢，啊！你对这个节目付出遮多着？就是啊，啊！遐临时甲我讲哦，啊，节目要收起，我真正是唔知影要安怎了。无要紧啦，啊！人迄节目要收吼，咱嘛无法度啊，莫想遐济啦，哈、啊！头路搁找着有啊啦。唉，就毋是这个问题啊，我对这个节目足有感情啊呢。啊，即摆要收起来哦，真正足唔甘的了。来啦，兄弟啦。一直老师有访客哦。哦，谢谢。报告，是你啊！啊，拄只听你安尼讲哦，我嘛感觉要甲大个 A B C 收起来，足可惜的呢。啊，尤其是你个布袋戏啊，遮尔啊受欢迎，真正无彩啦。就是啊，哦，啊，这个节目吼，是我甲大家安尼辛辛苦苦安尼做起来呢，啊，即摆甲伊收起来。我真正真甘呢，跟这节目干了我的囡仔同款呐。啊，不过你拄则不是毛讲，迄制作人要你提出新的节目的意见啊，啊，刚讲你都无新的想法。是有啦，我正经哦，有想一个啦，啊，用迄布袋戏哦，啊来讲俗语的节目。啊，不过我就烦恼讲，啊，咧讲俗语尔。敢会无够精彩？福哥，若是你用布袋戏哦，来播师兄师姐故事，佮加上一挂俗语，你感觉呐？诶，敢若是袂歹呢吼？而且哦，我就足侪师兄师姐采访的资料，故事拢足精彩呢，下当提供予恁做参考啦。好，安尼哦。哦，一泽兄啊，我来找你开讲呢就对啊啦，你真正是我的老师呢。我若回去台北哦，我就甲制作人讲这个想法。嗯，我相信真紧哦，佫会当伫电视顶头看到你的布袋戏啊。好，制作人哦，若介意咱的想法哦，你的功劳上大呢。哎呦，唔通安尼讲啦，来，先恭喜你。哦好，谢谢老师啦。啊，所以吼，我是想讲吼，用这布袋戏来演呢，迄主角师兄师姐有意义的故事啊，安尼较趣味啦。嗯。我觉得这想法不错，甚至我们可以在影片结束之后，请师兄姐本尊出来现身说法，更能加深影片的深度。但是如果要写慈济师兄姐的故事，我们就要去做田野调查，然后还要请编剧来写剧本，这样有点缓不济急。大家放心啦，我有一个朋友吼叫做林义哲啦，伊较早吼是记者，
啊，可是大学老师呢，真搞笑哦。伊即马伫电台主持诶《慈济新年》呐，还有生活中的一面镜哦，迄内底拢是讲诶慈济师兄师姐的故事啦。咱着找伊吼，提供资料互阮吼，甚至讲会用诶，请伊来做编剧啊。各位，我觉得金福师兄啊，对我们这个新的节目提议非常好。我决定啊，向台内、提出这个想法，希望未来有机会啊，可以执行这个新的节目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这节目啊，就在讲慈济啊，师兄师姐的人生的酸甜苦辣。那我们现在就取名叫做《大爱》。生姜丁哦，袂歹呢吼。啊，我叫做大爱姜生滴嘞，咱食迄姜生滴有无？哦，安尼初夏青吼，安尼酸酸甜甜，感觉人生的滋味啊，玩一下那个语言的趣味安尼。大爱姜生滴，哎，好啦吼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就把它改成大爱姜生滴。金福师兄，你尽快帮我约跟义哲师兄见个面，我们赶快执行这个新的节目。啊、哦，好啊，我们得啦。小婷，你怎么了？感觉心情不是很好，是不是想念欺负你？没有啦，他们家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啊。然后他刚刚打电话给我，听起来不是很好。哎呦，他本来就这样啊，闷闷的，你就多在这边陪陪他，支持他，你们一定可以撑过来。哎，香天来了，走吧。那就不打扰你了，拜拜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啊。哎，要去吃宵夜吗？嗯，好啊。啊，走啊。你干嘛把所有东西都放在车上啊？我不打算回去住了。干嘛？最近常跟舅舅聊工作的事，我一直很想有一个自己的事业，但是舅舅叫我专心做板模就好，多赚点钱，不要想东想西。真的没有办法再待在那了。他或许就是为你好啊，你冷静点好吗？我不想要改变我的想法。这么多年，一直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如果我再继续做板模，我根本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家。小婷，这些年我这么努力，就是想有一个幸福的家。假如这个家没有你，我会觉得我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了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等我找到住的地方，我会再告诉你。我跟你一起走。好。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啊。如果你跟我去，那我怎么对你家人交代？这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啊！我说可以就是可以。
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决定的事情，谁也没办法改变。笑容温柔秘密如何轻轻吹入我的梦中，将月色慢慢迷雾，你美丽善良我的心中，安慰着我的悲伤。你是我的勇气，对你真心意浓。